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表演完了，那也吃完饭，但是，来这边是呼呼，那边是彩子，我们现在要来抓奸，偷袭他们的房间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收买波良哥，等下波良哥给他们的房卡，然后我们就要偷偷看他们在里面干嘛。请问我抓奸？抓奸，我看看他们在干嘛。来，波良哥。他们的房卡，我想要看他们在里面干嘛。小心一点。老婆，老婆，我是老皮啊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太假了啦！你给管理员多少钱？我有我们的房卡。没有，博良哥提供。博良哥怎么可以？为什么你们衣服穿那么多？啊，就看电视要穿多少？你们是要看下班了吧？有三选。你不是应该跟吴一静在一起吗？你不要放我们怎么？好啦，没关系，因为他们今天睡在一起，我必须要来探测一下他们的包包。探测？对，这个有人玩过。谁？我们上次去澳门，澳门人家也这样子。好，来，你们请起立。哎呀，我来偷袭他们包包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住在一夜，基本上一定要带一些东西的。什么东西？其实我的东西都在他包包里啊。就是、我的东西都在包包。来，我先看一下。先开谁的？先开我的好。好。因为风筝的比较感觉比较酷。我的。我风筝我真的没什么东西耶。我自己都起。来，呼呼，你好好看，他们要多带其他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壮阳药吗？不知道什么药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一堆药啊？感冒药。哦，消炎止痛，随身携带。这是嘴角破洞的药，澳洲买的。嘴角破洞药。维他命 C。我的好无聊、哦。刮胡刀。杀人。杀小赖用。现场表演一下。好。整个一分钟。你刮胡刀，你刮胡刀放在这么。明显的地方，随时可以拿来杀人、啊，随时都是这样的。这还是药，以为没有消炎药，又买了一个消炎药。你身体到底有多差？没有，这是必备用的、啊，就有时候会头痛什么的。不是，因为刚刚在我们就是过年倒数许愿的时候，他竟然许了身体健康。他忙了之后身体很重要，因为他现在正在六亿，然后你明天就要死，还不是没用？身体很好，还是就突然死啊？就是倒霉啊！然后这边。这边帽子好多补妆的都没用，太难了用。看到这么细哦，又有药了，哎，你到底一个包包有多少药啊？是不是是感冒药？流鼻水。你要不要快吃啊？你的身体不舒服，我来喂你。肠胃药，现场喂。现场喂。这是我那个、啊、师傅零九救我的那个笔记本、啊。哇！你有认真在做节目啊？收人家钱当然要做什么？危险吗？只是会乱呛人、啊。我们是有质感的节目，零九师傅救我，快点去订阅好不好？新节目。然后还有，我以为你们真的是现场随机认真复盘。不是，我们做功课的，用化妆品啊，保养品啊。你用的什么？就精华液什么的，然后。超多，你是用这个来掐我？我看你的脖子怎么勒痕，难怪你今天要穿高领。对，有点想看、欸。遮那个，对，想看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示范一下怎么掐？你直接把它掐死。林总，让你示范啦。为什么？风车。原来林总是走这个路线的。没错。对啦，因为我有时候话太多了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不是说，因为风筝的声音真的很大，你知道刚刚我要下去主持的时候，他在练习，他唱歌，我离他就是两条街都听不到，对，真的很大聲。大嗓门，还有是叫我安静一点了、啊，该安静啊。他已经在收包包了。啊，就是没东西了。你包包怎么可以无聊成这样？对，他包包很轻。你真的是，想看重一点的。对，我刚刚因为风筝的包包奇重无比，我必须知道风筝包包。连他自己都好奇、欸。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包包里面有什么，真的，因为我是很懒，没有什么时间整理的，所以我。这有几公斤啊？大概。我觉得大概五公斤。这看起来可以装一个人，很大。
哇啊！首先第一耳机啦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表演的，好吗？哦，是 EMO 是不是？ EMO 啊，衣服吧，衣服其实也不用特别说什么。然后定型啊，头发很重要，一定要确保头发是帅的。哎、欸，但我必须跟各大就是每个人都说一下，请问头发什么时候要剪？他有剪啊，剪最近在修了，但是我可能你有修？有，他有修。Unbelievable！ 但你的发尾怎么那么长？新造型啊，现在有新造型啊，反正我什麼你是故意要留的，是不是？其实也不知道，反正发型师决定我的头发，我拜托你剪短一点，剪短一点，我认真拜托。其实我也觉得，哪里太长了，后面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金发妹妹头那时候可爱到不行，没有，那是因为他现在发根不能染啊。哦，你说天黑请闭眼的时候，就是短一点。你现在好像大神这样子，大神，你才大神，不要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这节目怎么走心走心？怎么那么坑朋友？等一下，才子你自己说他头发是不是太长？没有，因为现在流行一种就是狼人头，在后面很长这样子。然后这里这样子比较短。狼人头，谁告诉你这是什么？你看你自己的头。你是但我才子今天的妆我也很纳闷，大家请看一下。奇怪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拿掉好不好？这是可以拿掉的。哎、欸，你这么近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我这个。才子说我脸很脏啦。不是我，没有买的亮片。其实他今天很可爱，你知道他，但他的歌光还是那种比较沉重的。然后这样子很可爱，对，刚才可爱。我也你要唱王心凌的那个爱你那种。没有啊，就是想说这样可以撑比较久啊。可以吧？对啊。没有，我只是对这亮片比较有意见而已。看看好，继续看他包包。好。啊啊、什么？难道？还有这个，当然我的粉丝都知道了，我很爱吃这个，但是呼吁不能吃太多。对对对。盐分太高。不小心吃太多，我也是。然后头发很重要，所以偶尔会夹头发。太重了吧！哇，你怎么两个？还两个？两只？两只？两只要干嘛？两只的分别，我来。这是玉米须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是让它 Q， 但这个是让它。你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你就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但是你的头发不都是别人抓的吗？他怕要补啊。我偶尔会帮自己弄，如果我真的觉得不够。好贴心啊！贴心什么？这种贴心不是？那09明天的头发，你帮他夹一个，我帮他。平常都他用的，都是我在帮他用的，平常都是他用的。对啊，这么厉害！这是风泽用的，就风泽用的，好专业。如果我之后不是歌手，我会开发廊，真的。我懂他，因为我自己有带一根夹头发的。你自己有带一个吗？我带夹头发。哦这个我是那个时候买，但是还没用啦，偶尔敷一下面膜。但我其实很少敷，你好像不需要，你皮肤好成这样，你还要敷面膜，所以我还到知道，还没十年了，都还没用到，搞不好已经过期了。可能已经过期了。等下，这是你爱用的牌子吗？没有没有，我随意用的。随意用。送到台湾。哎，像对对。哦，然后你有整理过包包吗？很少。然后你是项链，一天比一天重。对，项链真的真的。然后零钱。不行，我搭计程车有时候每次都是那个可以用零钱付，然后也会有药啦，这个可是我应该不会吃，这个是止痛药。如果假设真的是，你怕零九有药？我没近拍，我还是有点吓到。是。还有隐形眼镜，我偶尔会戴。哎，会戴隐形眼镜。哎，不得不说，来，这个是你上次告诉我的朋友吗？女神专用。哎，我有粉丝问我戴什么隐形啊，这跟大家分享。你有讲过吗？没分，就是就女神光环，才子那时候跟我讲，他拍 MV 的时候戴这个女神光环，戴了会怎么样？会上很大，会变女神。所以就会变女神。为什么？对，不觉得我像个女神啊？不是，那你拿掉会变什么样子？就像你这样子啊，头上。哎，我真的戴不进去，真的。你要拍一下你的特写。我刚才我曾经想说，我想要变女神，没有，我曾经想说我要变女神光环，你知道吗？我戴进去，我眼白直接不见。哎，我也是，就很像珍珠奶茶的珍珠。戴有中邪。对啊，我也是哎，因为我瞳孔放太大，我整个没有眼白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眼白太少。没有，是我眼睛太小。OK， 真的。等下，你那牌叫什么？就叫女神光环吗？女神系列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是那个时候就在走进那个隐形眼镜店，然后觉得这个好像不错，就随便试试看，戴了觉得效果蛮好的。
但其实他这个好像是给女生的，你看他还真的是女生哎。你现在有戴吗？我现在有戴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牌子，好像没有放很大，没有差别啊。对啊，但你不戴长什么样子？我真的很好奇哎。我去你家录音的时候，你是没有戴的吗？我没戴了，没戴。哎、欸，没擦啊，好没擦。就是可能眼球会稍微变。比较黑一点，比较小一点，是因为他眼睛本来就大，没有放到最，没有这个不是那种很放大的，这不是，哦、它是变色了，有一种超大的，对、啊，我没有，还有什么雪花，对，哎、欸，我看过豹纹的，啊，就是国中的时候蛮流行，手机，这个真的是要感谢零九跟博两个经纪人送我的手机，我跟你讲，超多人问我们生日礼物是什么，现在可以公开是不是？啊，谁的生日礼物？你的、啊，就这只啊。哦你对啊，就是这个手机，因为他们会顾虑到我有时候开直播手机会太热，他们送我一个手机专门开直播。怎么这么感人？啊、对、啊，因为当时一堆粉丝说他们到底送什么礼物，然后后来他们就说、嗯、没有公开过啊，没有公开过，没有。他们一说零九，他们说不能说，想说啊，然后那我说哦，那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手机，就是这个手机，就是这个手机，很好用，推荐专门给他来开一期。对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就差不多了。因为里面就含很多东西，都是重复性的东西啊，就是都是夹子的對。我来看看衣服啊，衣服没什么好看的吧？衣服、短裤 ，OK， 可以跟大家看短裤。好，风泽卖，谁要卖？来，哎、欸，现在竞标，一件一刀一刀五千哦，一刀五千，一刀五千。风泽穿过的短裤，耶、yeah ！等下，你们两个睡衣是什么？你看我睡衣啊。就你刚刚是你睡衣吗？但我比较常裸睡了。哦，零九呢？裸睡。啊！不要夹他，夹他。我他们都裸睡。夹他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半夜五点会再进来一次。真的假的啦？你没带睡衣哦、喔，零九。没带、啊。裸睡很。你这裤子怎么可能？我裸下半身睡了、啊，我要进来看。哎、欸，那包就没了耶，没了，这个没了，大家无聊吧？讲的东西都差不多了，没了、哦、没了。有啦，这个很荒谬，就是一只就算了，还两只。专业专业。好。他之前那个，我就小爆料，他之前那个。太赶时间出门了，衣架都放那个。哎、欸，对我有看到，衣架就放在里面，一个衣架放在里面，然后那个因为东西太满了，衣架头还凸出来。真的，我有看到。没有，更好笑的是，我问他说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衣架要在包包里？他说他太赶着出门忘记带，然后隔天通告那个衣架还在。没有，感觉疯的就是不常整理包包。对对，不常，真的不常。所以那个衣架，然后他带在我包包应该有三四天吧。就那个头就一直凸出来，然后隔天通告 一出门，然后一碰到他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那衣架还在？他说他没有，完全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。天哪，他那包包看起来就非常的重，欸、很重哦，超重的啊！来，呼呼怎么办？呼呼都帮我拿了。那完了，他们等一下裸睡了。他们等一下半夜完蛋了，我已经 cover 一张卡了。呼呼都睡另外一个房间了，我们不会给他那个钥匙，没关系。进不来的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就是看博良哥会不会再给我一次，等一下再看他们半夜会怎么样。好，接收茶，晚安，各位，晚安，拜拜。耶、yeah ，我们抓奸团成功。